罗非啊，周末要举办一个宴会，我给你介绍一个很有名望的大帅哥。老生啊，你也老大不小了，你的婚姻大事我也一直操心的。我现在吧，就还没想这些事。五级大富豪，要模样有模样，要能力有能力。电商两地的朋友遍布上海滩，也专门当护队。你到时候去哦，趁着这次宴会，好好的促进一下感情。说好了。我啊。罗不生，你干嘛呢？艳福来了，挡都挡不住。这就是我给你提到的罗粉丝。王有生，这不罗非吗？哎，咱们认识一下吧，我要回家洗澡。哎，长得是你吧。你上哪去啊？我没见过你。你知道我是？哎，见我？他为什么要见我？我干嘛要见他？没空。我去找了他很多次，可是他现在不见我。我有一个办法。我真的没想到。你有病啊你！我最后再说一次，再也不要给我打电话了。为什么？哥，我出事了！这大半夜搞这么大动静干什么呢？罗非，问清楚他们的地址，给他们送回去。谢谢二当家。还真是没想到。我们能不能重新认识一次？你想什么呢？这么高兴？你想我，你怎么找啊？好久不见啊！这不是红杉二当家吗？对卷不平，拔刀相助吗？进行正把那个妈子去了啊！哥，嘘，小点声，我胳膊都要抽筋了，使劲扇。这不是罗大班长？你怎么知道？他之前是个花花公子，随便来挖眼儿，不知新闻什么的，也挖到了不少猛料。牛逼啊！我先试试，这个是我职业的特性。我有事要忙，先走吧。继续跳你的舞吧。为了加速我们感情的培养，我从今天开始呢就住在这里。正好我也想找一个智力低下的伙伴。来，快坐在这儿。行，你先别着急谢我，我这钱没钱，我起码十多天没钱。怎么样？深夜骚扰男生领主，这不是给你个惊喜吗？谁要再敢动，你感觉怎么样？我这一路往里面啊，不是白叫的。怎么，你爱上我了？还行吧，我没抢过你啊。照你的吩咐，现场录的。你有病啊你！不是你，收集了不少唱片啊！你有病啊你！给你五分钟，解释解释呗。这是我的房间呀、啊。